每到年尾，唔少百货公司都会减价促销，而喺日本最为人所熟悉嘅，绝对系福袋。可能大家会谂，我都唔系身在日本，点买啊？其实福袋而家除咗可以亲身去抢，而家喺网上用手机都买到啦。相信大家都听过乐天同埋亚马逊呢两个网购平台，除咗平时可以买嘢，其实佢哋都有福袋卖噶。而家我哋一齐去睇下啦。首先同大家讲讲乐天先啦。首先入到去乐天嘅版面，如果你咪系会员，梗系申请个 account 先啦。申请 account 其实好简单，只要揿翻去乐天会员登录，再输入你嘅名字、电邮同埋你 set 个密码，咁就搞掂噶啦。去到乐天主页，唔知点去福袋嘅版面，直接搜寻福袋就会有大量嘅搜寻结果俾你见到噶啦。另外，如果你已经有心水嘅品牌或者扫货嘅目标，直接打个牌子嘅名，再加福袋咁 search， 就会出到你想要嘅嘢噶啦。乐天有几个品牌嘅福袋都好值得推介噶，例如有 MLB 嘅福袋，入面包括有卫衣、帽同棒球周边等等。而第二个推介就是 Fila 嘅福袋啦，佢有好多唔同嘅 set， 例如有 T 加外套 set、索性多加运动套装 set 同埋运动物 set 等等。而第三个推介就是 Duck Dude 嘅福袋。它入面包含有 Polo、T 同卫衣、随机三件。揀好心水货品之后，梗系要俾钱啦。步骤其实都非常简单。第一步，揿入购物车，然后 click 购入手续。第二步就是输入地址同埋电话。留意翻，右边翻好嗰一栏，只需要输入70就可以噶啦。而第三步，输入完成之后就揿追加内容确认。第四步，喺付款页面亦都可以揀付款方式，同埋揀送货嘅日期同埋时间。最后一步，选择完毕再揿下一步就 OK 啦。讲完乐天，而家就同大家讲下亚马逊啦。你未有亚马逊 account 啊？即刻申请翻个啦。其实申请亚马逊 account 同申请乐天嘅 account 一样，只要输入你嘅姓名、电邮再 set 个密码，佢就会寄一个确认曲去你 email 度，再输入埋个确认曲，咁就可以开始购物噶啦。如果同样你喺亚马逊想 search 福袋，其实同乐天一样做法，只要打福袋两个字，咁就 OK 噶啦。又或者你有指定目标啊，打翻个牌子名加个福袋都得，得咗。而亚马逊嘅福袋有几个都好值得推荐，例如 Coach 嘅福袋，佢一袋三件随机抽选嘅 Coach 银包、斜咩袋或者手腕袋。而第二个推荐嘅就系 Lee 嘅福袋啦，佢一袋有五件随机抽选嘅 Lee 产品。而第三个推荐就绝对系 Afternoon 嘅家用品福袋啦，佢入面包括有体感暖风机、毛毡或者拖鞋等等。去到俾钱嘅环节，其实亚马逊嘅付款方式同乐天都好类近。首先第一步，揿入购物车，然后再 click 呢字呢四四门。第二步就是揿国外嘅住址登录，而第三步再输入姓名、地址同埋电话。第四步啦，填妥晒之后，仲可以揀星期六、星期日收唔收件添。而第五步选择完毕，就再次按下一步就 OK。不过亦都会有特殊情况发生，因为有啲货品系唔会送去其他国家嘅，唯有忍痛铲除啦。删除完之后就揿自己呢四四五，然后就可以选择配送方式，有 economic 同埋 premium 两种可以选择。揀好之后再揿多次自己呢四四五，就会去到付款嘅页面，仲可以揀付款嘅方式。填好晒所有资料之后，再揿多最后一次自己呢四四五就搞掂晒啦。除了以上两个网购平台，日本的一些品牌都会在自己的官网推出福袋给顾客选购，就好像日本的眼镜品牌 Zoff 那样，他们又推出了一个5000英的福袋，啱不晒小编号。另外一些女性的品牌，例如包包类的 Kate Spade、 服装类的 Nicole Ann 都有不同价钱的福袋，女士们看来要带出血了。至于男士呢，不用担心，都有啱你们的，例如 Adidas、 Vans 和 ABC Mark 都有福袋，连你哋玩下嘅玩具牌子 LEGO 啊，都有福袋等紧你哋啊！又使乜怕？真系睇住另一半买，你哋冇份啦，系机会啊，男士们！不过大家选择福袋嘅时候有几样嘢要注意。第一，有啲福袋系冇列明入面有啲咩；第二，系冇得拣颜色同埋款式；第三，喺网上预订嘅福袋系冇得取消；而第四，就算你买到翻去唔啱身，都冇得退换。而最后啦，福袋大多数都系限量发售噶，卖晒就冇噶啦。所以都是那句啦，买定唔买，谂清楚先好买。既然以前要亲身先去买到嘅福袋，而家网上都有得买啦，仲等咩啊？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你哋准备好未啊？个荷包。